会不会是？预备，开始。 你放啊！带裤子，带裤子。啊，你放啊！带裤子，带裤子。哎，你在哪走啊？我用啥呀？他在给他一个。哦。好，行吗？行。在这碍事。我现在可以。好，先来准备，来。安静，安静。直接从手啊。哎。裤子上。伤。没事。 只要这个人死了，宇宙自然也就结束。我现在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莫玄宇是因为纠缠金夫人而被赶下的金鳞台。但是我敢肯定。 莫玄宇知道的秘辛和写信是同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十有八九就是一直引我们调查，就是一直引我们追查赤峰尊死因的那个人。我看这个人知道了金光瑶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还恨他入骨。你说？ 这个人会不会是金光阳的情人啊？因爱生恨。你的姐。好。好。现在会不会是他的情人？好。好。 好，可以来准备。不动了，不动了。这明显的来，预备，开始。你说，那个人会不会是金光瑶的情人啊？因爱生恨。
그치? 你说他真的封建了吗？这里是禁室。你把我带回云深不知处了，你要是被你大哥发现了怎么办啊？已经发现了。行 ，OK。行 ，OK。来，那个箱子递来。好。来，先把那个箱拍了呗。好。来，箱子过来。好，箱子您先。进来，来，把车把这箱子取掉，小燕。可以了，可以了。好了，来来，站长，走，慢走，开，来，过了啊，走，好，预备，开始。好，来，老板，这里来。来了，好。这什么纸？好，那个绿纸前面那里。绿纸前面那里有东西的，对对对，坐过去。好了，好，里面再挑再挑的，来，这白的。坐点水。哎，别弄地毯，我地毯。你拿那个边。还那掉脚了啊！哎，好使！拖和撕水的时候，小心别撕在这个那个地毯上。啊，知道了。太小了。烟再继续放点吧。不完了，停！烟太大了，太大了！哎，你往后撤，现在灭掉。着火了。灭掉，灭掉。哎，行不行？注意点点。来准备。等等啊，等烟好了。好，一来放箭啊，一来放箭。好，下来一个。好，多看一会儿再。好，好来，抡，预备，开始。好 ，OK。好 ，OK。好，把剑拿过来，一波一来走过去啊。好。好，现在已经那个是捂着肚子疼那个位置了。好 ，OK。好，来第十张，来来，医生来了。好，好，好。